歉，我的麦克风卡住了。好了，欢迎收看我们卤蛋当家。现在呢，我们这次各位呢又请到了一位啊，不会，俄罗斯方块的高手。嗨啊，我们先进段字卡。啊，银晕，好。不好意思，还念成别的东西哦。OK 啊，这个好。好什么、啊？主持人，敬业点好不好？好，对啊，不是因为真的太普通了，反而不知道怎么要怎么啊，就是一位学生啊，兴趣呢就很学生，那喜欢的游戏呢就是哎、啊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怎么念啊 ？Tetris 啊，谢谢大哥。好啊，这个玩了三年，哎，我们来欢迎云云，哎。哇好，欢迎。可以看着镜头为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吗？嗨，应该是那一个吧。是那一集。好的，云云，哎，我们之前呢有请到好像也两三位的俄罗斯方块玩家，你们认识吗？我认识。啊，这么厉害？那你还记得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吗？四月多。你太厉害了。我说你那时候有在关注我们节目就对，有看。而且那时候是在选人选，然后我让给。哦、oh. 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比较忙嘛。哦、那时候才高中啊。哦、可以理解。你刚刚上面修的，你现在学生，那你现在是大一而已的。对，大一。哦，刚上大学。哎，赶快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学的快乐。对啊对啊，有没有联谊？刚进而已，应该没有。新训吧，一开始。那迎新呢？相互认识。你觉得迎新给你什么样的回忆吗？你觉得自己有办法融入这个班级吗？我先讲我的，我的迎新觉得浪费钱。那你呢？我是觉得还算值回票价、啊。那你有认识一些同模他机吗？朋友们？朋友有。那女孩子？没有。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那比较内向一点，看得出来。那你比较不会这样四处去？有让他们知道你很会玩俄罗斯方块吗？应该只有认识我的人才知道啊。那你会带着俄罗斯方块打给人家看吗？大概是有看吧。因为上电脑课的时候 ，Hello， 你看我超会打，就默默的下来下来，你看在心仪的女孩子面前，你恐怖，俄罗斯超强。原来看看你手指多厉害。对，就这种。大学不是就这样子吗？对对。制造契机。好，我现在应该不应该聊这个？希望你的大学四年可以过得很愉快。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先聊一些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游戏的。OK。三年呐、啊，之前的两位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们的？我们大概已经认识两三年了。所以你是认识的时候就开始玩了？对，就是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就彼此切磋这样子。那你是认识他们之后才开始的，还是？我其实本来就开始了，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已经开始，不是他们那时候已经在玩了，然后他们的技术也都比我好，所以我常常找他们练习。可是上面说你方块连三年的话，等于说高一就碰了吗？高一高二。对对啊。那时候是为什么想要接触到俄罗斯方块？那个年代应该就有了啦。对啊，现在应该一般高中生都会接触一些感觉比较潮的游戏吧？太烂了，这游戏我他妈连吃冰都吃不到，看你娘！我再不放就玩俄罗斯方块。哇，俄罗斯方块真好玩呐、啊！你要色彩都丰富。俄罗斯方块才是潮，你懂什么？你又为什么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国中的时候就听到这款游戏、然后那时候很多人也在玩。对，那时候同学之间有在玩。对，所以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。感染，对，就跟上潮流，然后可是这个实际上有点不在潮流上。国中你那个年代的那个班级是怎么样？每个人都是俄罗斯方块，都是潮流，还蛮潮的。隔壁班都是、好特别啊！隔壁班都是神魔之塔，然后这一班都是俄罗斯方块，这样有道理，是这样子。也应该是国中的班级啊，就是国中生们可能那个时候没什么别的消遣，甚至还没网络。对，那时候应该有吧？那年代有网络、有啦，有，才三年前而已，拜托。抱歉，你都可以开实况了，有没有网络？怎样？远古世界？应该说那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设备去玩更好的游戏嘛？还是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真的太好玩了？FB 吧。其实那时候是对对，就是 FB 上面那个 battle， FB 刚起来两三年，然后 Tetris Battle 就是也慢慢有越来越多人在玩这样子，然后。因为其实同学只是带领我入门啊，后面研究都是我自己
我发现越打越喜欢，然后我就一直去研究，嗯，研究就是钻研它该怎么打，然后怎么就是怎么打会更强，就像他们之前的圣地十字林之类的一些招式名字，对对。你也会使用？我不知道皇家十字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抱歉，我刚想到北斗神拳。哎、欸，可是那时候的朋友现在还有在玩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剩下你而已。对啊，对啊。高手都比较国中，大家都很兴奋，耶、yeah, ，好潮，我们也玩肉丝，然后现在聊到现在是大家开始转就打 low， 然后他现在一个默默在玩，又都是很快，好伤哦，寂寞啊、好寂寞，哀伤。对啊，戏上只有我在玩，很孤单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你应该运用你男人的魅力，然后感染整个戏的人都下来玩，就拉他们知道俄罗斯才是潮流，对不对？但是还蛮难的，很难呐、啊。个人魅力，个人魅力。对啊，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玩得来的游戏，我觉得哎。我觉得俄罗斯，因为我那个年代，应该说我这边的观念上就是排消就没了。剩下的我不会去玩，对，像他们玩的那种，像上面有提到上次义大他们来的时候有玩不一样的游戏，就是虽然都是俄罗斯方块，可是他们有不同的模组跟版本。那上面有提到说你都玩这个叫 TOP Top， 是哪一位跟你一样比较喜欢玩 Top？ 其实现在。就台湾而言、嗯哼，主流就是 TOP，、嗯、就是稍微有水准一点，就反正就是大哥大在打了。对，就是哎对，不是就是对啦，就是怎么讲都不对，对，你在挖坑人家跳。怕得罪人对不对？我可以理解，我得罪过太多人，我已经被扎了。好，不愿意得罪很多人。就是啊，这你不要得罪人比较好。你才刚上大，就是常常有在玩的，通常就是玩 TOP。或者是人家入门，你就会跟他介绍这一个。一般入门是先从 Tetris Battle，、嗯、因为 Tetris Battle 比较简单，嗯、比较好上手。嗯嗯嗯。哦 ，Tetris Battle 现在在 FB 上面还有？还有，应该都还有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什么在碰，我 FB 上面游戏都没有在碰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就是不太聊太多，我们就直接进游戏画面好了。用看的比较快，好不好？边、嗯、看边讲，可能观众比较理解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已经有接好讯号了吗？我们可以给游戏画面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现在没有俄罗斯方块的比赛，蛮可惜。台湾好像没有、哦。其实有，还是国外吧？台湾个人会举办还是线上赛？俄罗斯方块就是有，我觉得是比较更少数玩家，對啊、比格斗游戏还惨。嗯，可是他。我觉得它是可以被列为是电竞比赛项目的一款游戏。可是人数不多，你电竞不起来啊。也是，但是他说有哎、欸，有是有在哪里？有比赛，可是没有。去年大概九月到十一月有台湾区的一个小比赛。嗯，台湾区哦，所以主办是？主办是哦，就是台湾有一个社团，就是 Tetris 方面的研究社。嗯，然后里面有人就是出来办比赛，嗯嗯，你那时候参加吗？有。那你打到了冠军哦，这么厉害！他铺梗铺那么久，就是在讲这个冠军，这梗终于出来了。真的，哇，这梗我铺了两年之久。那冠军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奖励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是一个冠军，就是兴趣而已。有一个荣耀，有没有打一个奖牌还是什么给你？或一个奖状、有一个图片，嗯，就是一个感谢状，PO在 FB 上面吗？然后底下还放一个莲花图，上面写冠军，然后某某某这样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真有 sense， 差不多。什么？你只想到你自己那种？没有这个，那时候还没有这种。好，非常谦虚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它有一些小小的表演，就是这游戏也有它独特的技巧啊，就是在 Top 里面。有，就是其他游戏做不到的。其实 ，Top 这款游戏，在其实它的各个方面的设定，像是 SRS 系统，或者是 Wall Kick， 之类的这种跟 Tetris Battle 或者是 Tetris Friends Online， 还有对，跟这三款游戏的相关的游戏设定都是差不多的。可是这款游戏会比较好玩，是因为它的攻击比较强。做同样的动作，它的输出攻击会比较强。
哦，这个还可以攻击，所以就是比较哦，这是对战的高破坏性的游戏。哦，它就是有一些消掉以后就会累积那个去攻击，对对对，就叠那个，可以理解啊。要不要打给我们看啊？嗯，那你可以开一下游戏声音吗？不大有概念。你本身是有开启还是关闭？其实因为好像我们导不出声音。好，现在你特别带自己的笔电过来是因为习惯吗？还是？哦，对，习惯。嗯，对，就是习惯。哦，不要怀疑。然后键盘是自己的，对啊，哦、我刚刚看到他从他的包包就像法国面包一样抽出来，抽键盘出来，看看我的键盘，然后从这边抽出笔电出来，一样长，胸口抽滑鼠出来。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是他的，他笔电也是他的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也是跟刚刚的法国面包一起抽出来。阿运上麦卡贝尔，我是阿运，要上麦卡贝尔，大家都叫你不要紧张、欸，阿运，其实观众都很支持。其实我的名字是哦，三个字有一个字是运。对，叫他们都叫运，运哥，运哥，所以运哥加油，不要紧张。所以叫银，那是因为那个运的关系吗？谐音。是啊。这是说来话长、啊。好，没关系、哦，这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讲。这个梗我们可以铺快一点。对，我们可以铺到明年四月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好，现在这款其实它这是对战模式，嗯、就是左边就是我，然后右边是对手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对手来吗？没有，我其实有约好一个。哦，约好另外一个高手这样。啊，这房间不是他开的吗？好像有一个名字跳出来。哎、啊，又不见了。是他吗？进来了。不是。嗨、啊、嗨。不然我先。一起。我先那个。随便找个路人、啊。他其实有对战模式跟单人模式，单人模式就是。算练习。对，就是只有一个人自己玩，然后。嗯、哦。不要讲的这么悲伤，我知道，就是自己切磋自己，我懂我懂。开启那种跟自己挑战，跟自己对话，对，跟自己对话，太身心灵了，总比原来这个游戏这么稳健，两个都有的。OK OK， 你自己不孤独，你还有他。可以，行啊行啊，没有，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在跟自己对话。现在这个是那个对战模式，它单人模式就是跟自己对话，比速度哦，就是比速度，跟自己比速度，对。怎么都跟自己要难过，而且还不反驳耶？对，啊、对，跟自己比速度，跟自己，就开始玩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啊。所以你也我知道是真的、啊，可是好难过。哎、欸，他来了吗？他今天来了来了。所以你现在要先自己来一下，还是等朋友？我他朋友好像来，就他出现了，所以现在是已经可以准备。就是讲是不是要讲什么技巧之类的？嗯，就是你在使用一些技巧的时候，你可以顺便就是讲解一下。那你可以尽量讲的浅显易懂一点。哦，好。对，如果用一些专有名词，可能大家不太理解。哦，好。对对对。俄罗斯要专有名词有点。有的时候会有啊，他们什么十字架？其实有。圣地十字岭。真假的？有点什么？然后什么什么倒转 U 皇家十字架。对对对。对，是不是？我记起来了。其实我没有特别用这些名词。嗯，太屌了。你还没开始，你对面已经叠起来了。俄罗斯方块它是会有七种方块，就是画面上这七种。等一下，他又完全不想跟你讲解，他直接打死你。哦，果然高手虽然话不多，但是实力相当。哇，冠军的力量！哇哇哇！这应该马上被打死。哦，有没有看到十字架？这为什么可以叠的跟发生什么事一样？嗯，半年前来的也是这个画面。啊、插不进去。所以我发现大部分玩俄罗斯方块都会照那个勾，你看。我先，你就这样不知不觉先把人家干死，然后再开始聊。而且我前面大概还浪了好几秒。这个俄罗斯方块呢？赢了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冠军大哥，欸、这个我铺了一分钟。你可以讲解一下刚刚这段。我先讲一下，因为他突然开始了。哎。你这朋友很没义气，所以在讲话的时候攻击你。真的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先讲好了。好，他以为我就是要跟他直接来一发。对，结果被吊打了他。对，一开始会出现七个方块，嗯、然后俄罗斯方块基本上就是这七个方块不断出现。嗯他是以这七个方块为一组，然后在组内的顺序不一定，所以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方块，那就是。组跟组之间的交接，嗯，那一般来说开场就是场地全部都空的，然后他又完全不想屌你，
然后我就没下文了。然后你我先走也是先把方块消一消。我发现他讲话很慢，但那手速真的不得了哎！你看，超夸张的，这就是高手的境界吗？好可怕哦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先教训一下这个说要等然后不等我的小子。我先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共救的下场。我靠，这手速真的不得了了。这个如果要当他的赛评，不知道怎么讲解哦。我觉得他们在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分心，很难分心哦。对啊。不但快，如果你是赛品的话，现在目前的局势你要怎么样讲？你先不要挂吧，赢了。这是怎么讲解啊？赶快骂他，跟他说闭嘴，不要玩，不要偷叠方块。哇，我在讲话，还真是不废话。不要插嘴，好可怕、喔。好了，你可以继续讲了。哦，好，好来。那攻击就是玩家有分好几种，哎，啊，我是打。FST， Freestyle T Spin， 就是随踢，就是我对这些方块我是没有特定的架法，就是没有特定的摆法，就是我看方块怎么来，然后自己决定。哦，你会特意去造那个一条沟的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会，不一定要看状况。哦，那什么样的状况你会这么做？我觉得他现在没有余力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他真的就是朋友说要等我，然后又在那边。而且我觉得俄罗斯方块应该是看歌不给你一个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真的，这很难去讲他现在想要干嘛。我发现你的朋友心机很重哦。真的，然后你不是一刚还在说跟自己对话，现在是痛扁敌人。闭嘴！没看到在上节目吗？他的心想说：“就叫你不要开始，你还给我开始跌方块。”欠电啊！你欠电，单挑，然后你开始。等一下哦。啊，没事，我们都等你的。我们非常有时间，我们不 care。哎，是有一些奇葩角度，他也塞得进去。对，就所谓的什么 T 转、U 转、Z 转。哎，没错。对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哎，快，吴旦讲解，剩下的时间练习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大家有看到我们画面上面非常眼花缭乱，有非常多颜色弹来弹去了，七彩霓虹灯，非常美丽。哎，然后又赢了。好，我下一场先 ，OK， 就是不理他，我先讲。好，就是开场可以叠，就一个是我刚刚说的 freestyle T spin，另一个是 combo。Combo 就是叠高，然后再一次削下来。嗯哼。那 Freestyle T Spin 就是我慢慢输出攻击，是，然后搭配我防守跟攻击，就是看时机、看状况调整。嗯，对。然后，就突然看到自己输了，心情有点郁卒啊。不要紧张。阿朋友还给两个等于，就听人说你在干嘛？然后心里想说就叫你等一下，你还一直玩。突然看到这边跳出路子，脸都臭了。哎，我发现他们其实感情不怎么好哎，他们也一直想要表他，然后哇，真的感情不怎么好。然后你看他输了之后还傻眼，先给你杠杠脸。他以为按 start 就是要开始啊。对啊，有没有先稍微沟通一下？我帮你把画面切掉。真的，我们不急，真的。你可以先帮我跟他沟通。你应该叫他把节目打开，他用听的好不好？好像也是啊，听一下我们在讲什么。没关系，我先不要理他。我快笑死了。你刚刚这样讲，可是你看到自己跳出漏子的时候，你脸瞬间变了。而且你刚刚讲到一半，是全世界都震惊了。不习惯看到这个画面。啊，有，对啊，高手。而且你这样应该不会掉分数吧？你们现在打是有分数的吗？有啊，不过没差。难怪会傻眼5秒。眼下之意就是我等下全部都打回来，无所谓。没，因为这分数很好赚。应该是对你来讲，我上去可能就是什么分数变负的了。所以不管这款游戏，它是也是有那个积分排名吗？有，对，有。嘿，从1500当水平，当基准，是往上，就是一路上去。那通常就是这是在 TOP 里面叫做积分。嗯。那紧，他如果开始我叫你，你专心调整。看家我帮你仔细盯荧幕，他开始我叫。积分，然后是积分，它通常1600到1700算是一般人或者是一般在上中上，
那1800到1900通常就是高手。嗯那2000以上就是世界上少数的世界级的玩家。老大哥，对，那请问您的分数是？我看看，对，其实都有，我开很多账号。哇，这么快？那您最高的是？2100多、啊，老大哥出现了。这个我铺了很久。没有，你这个全世界的都是超过2000分的，我有2100个。所以我看到这画面我很气。没有故意铺梗。不要，这是你知道节目嘛，会讲一些节目效果，对对对，计划啊。不要太 care， 不要太 care。对，我们也没有在呛你的朋友，对对对。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我也常讲屁话。朋友还在吗？换一个人，换那个、欸、你把那个朋友踢掉，不把他当朋友。可是他刚刚说要让小唐来啊。哦，小唐要来、啊。可是他自己又进来了，这想上电视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哦，好，那你可以继续讲解一下。没有，我直接讲，就是他一开始combo 就是一次叠高，像这样子，就叠很多之后再慢慢敲下来。哦，这个叠的速度啊，我上一次看到大概是在电脑前面看到的。好。啊、这是怎样？那有个红条是什么意思？哦，红条就是他送过来的垃圾。哦，然后满了就会跌到那么高。对，所以现在不。如果我放下去没有消航或没有抵消攻击的话，他的垃圾就会出现这么高的垃圾。嗯哦。对啊，那很高哎，那垃圾。可是我现在可以消航。就是用 combo 消法。哦，然后就会变到对方。换他增加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啊、就是不慌不忙的把人家干死哎、欸，真的是吓死我哎、欸！对，这就是他攻击特别强，在这个平台上攻击就是特别强。嗯哼，对，那这是 combo 型的打法，可是我不太喜欢，因为这样很无趣，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变化，对，很死板，就这样叠高然后直接敲下来。可是看起来风险其实比较高啊。对，风险比较高，嗯，所以我喜欢打保守，而且变化比较多的，就是他。这样方块一出来，你手上会有一个方块、嗯，手上会有一个方块，然后旁边会有六个，就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方块？然后所以你要先看那六个的方块，然后瞬间就想好你要怎么排，是不是？而且它是六个为一组，所以它就是这六个，这七个出完之后才会再出现另外七个，然后只是排列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是这样子吗？每打完一个，它就会出现下一个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刚刚有说它是七个为一组。对，那所以它是七个一组之后，它就会换成下一组，然后那一组就是七个不一样的，一定会各出现一个，然后再换到下一组嘛。是是。哦，所以才可以这样子去用逻辑。所以你在叠方块的时候是看着旁边那一排在叠的吗？对，就是我每下一步我就要去想，你会接下来六个方块的时候。哦，所以你会一次先把这些方块先记在脑海。对，我会想接下来要怎么排。嗯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可是你实际上你看它下降的速度，然后你觉得你有办法想这六个到底要怎么拍吗？根本就想不出来。我个人是也不觉得很简单啦，对啊、不用听的就觉得很惨。对啊，为什么在他讲起来，好像就是他那个方块在他脑中已经组成是两排、啊，就是已经组成是可以消的。那你再说，像我会先把这六个给记好了，然后呢，已经先组合好了，你好像没时间想哎、欸，超难的哎、欸。2100，没有，不愧是2100。太厉害了，没有冠军，冠军，没有没有，在淘侃你真的觉得很厉害，真的，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吧，真的另外一个领域，手速超快的，哦，然后我就是记他们上次讲的是皇家十字，嗯，那我其实皇家十字，然后跟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两个都是随梯里面的开场技巧，嗯哼，开场，哦、对。开场方法，开场，起手式。为什么朋友在生气？现在是在节目上争执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啊，有吗？不对，这不像下围棋。下围棋你还可以想，你看他根本这已经没法想了。我这个是 DT，、嗯、DT 就是 double 跟 triple 的简写。哦，就是转进去嘛，就是第一个是消两行，第二个是消三行。嗯哼，对，然后这是其中一种开场方法。嗯，对，然后虽然看得懂，可是也听得懂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出来。没有，就照我刚那样排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样排是怎么样排，我根本不知道哪些东西组在一起会排成那样子。照我
样子拍，照我这样子，刚刚那样子拍就可以。照我这样就行了。刚刚那样子，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吧？我看不懂。然后我现在讲的这个是 DT， 嘿、hey. ，DT， 哎、欸，刚刚那是 TD， 这是 DT。就是先消两排再消三百，跟先消三百再消两百的差别吗？对对对。哦、oh.。像这第一次下来是消两行， uh-huh. 然后现在变三是消三行。嗯哼。哦。哦。是怎么塞到那个空间的、啊？好可怕、啊。哦、oh, ，这是空间扭转。嗯。这是它系统的设定方法、嗯，它有一套系统，就是可以用理论解释叫 SRS 系统。嗯哼。对你只要记得怎么。就是按顺转或逆转，在适当时机就可以转进去了。嗯，其实没什么特别技巧。讲是这样讲啦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特别技巧。没什么特别技巧，我觉得好难哦、喔。对于我来讲，已经是一个特别技巧、欸。但还有正转跟逆转哎、欸。对。超难的，我的天啊。然后像我这样的一次消四行叫做 Tetris。Tetris 就是一次消四行，嗯，然后如果我做一些像是这样子的，中间有一个凹槽，嗯，我可以让这个这是 T 方块，紫色是 T 方块，我可以让它转进来，嗯，然后等一下，我先打死对面的，这样吗？没有，其实可以边讲啊 ，T 转它在这个游戏里面会有特别加成。所以特别加成，紫色的分数比较高，对，分数比较高哦哦，如果用紫色那一个去消，会分数比较高。它消两行会送出去五行，像旁边这个长长的水沟、哦，就是我转一个 T 转，嗯哦，就是你如果用那个东西去一次消掉的话，它有判定到就会直接给对面五条垃圾吗？其实是四条，然后四条。如果连续就是有 B to B， back to back， 它会变五条。嗯哼，好，虽然我们听不懂，不过好像厉害一点。反正它的攻击会乘以两倍，然后以上再送出去。所以它还会有一个攻击的算式在输出嘛？是这样子啊？就是它会有不同的方块消法，然后造成不一样的伤害。对，哦、那所以像你们这种比较高阶的技巧，它的伤害反而会特别高。对，就是做出特别的攻击、嗯，做出特别动作，它输出的攻击会特别高。哦，对，是不是就跟恶魔猎人一样？有有有。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试着转成简单一点的，换换别的方式来讲解。听说过恶魔猎人吗？没有。好，就总而言之也是一样，我们用不一样的比较特别的攻击方式，它的计算分数会比较高。哦，是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懂了吧？好，行。哎，卤蛋行哦。行不行？行行行行行行。那哦，这一段很行。接下来呢？哦，看我再打个两三场。好，可以。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过程中还没有介绍到，可以顺便介绍一下吗？有 PS4 版本的《网王》看吗？你有玩过 PS4 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你看过《遥感》吗？有有有。好，那应该就可以玩了。我们四个人吗？有四个人。好啊好啊。可以啊，可以试试看。我看高手在。其他版是不是一样？就是换了一个操作方式之后，好像就会有一点点乱。不过等级还是会有差异的。你有试过玩别的俄罗斯，也是类似俄罗斯方块游戏，然后也是这样子的吗？也可以这样子玩的吗？有，应该就是不同平台而已、啊，都是电脑玩的。嗯，没有说在游乐场投币啊，或者是。像 PS 这游乐场那种没有想说试试看吗？没有，其实找不到了。现在好像都没有。而且现在电脑它画面比较漂亮，又不用钱。对啊，也是啊，当然是选这个啊。没有，有时候会想说自己既然是同一个套路的话，换个平台会不会？对啊，有时候会想说这样子试试看吧。有点道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PS4， 就是同一个套路，我们这可以两个人玩吗？是可以四个人。上次的。上一次是不是有一次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打过、啊？没有啊、我们好像也是有四個人。那一次好像是欧小姐也是魔法气泡那种东西吧？就也是他也是俄罗斯方块啊，两块。小唐跟义大是不是也是学生啊？义大是。那小唐已经是老爸了。
哇，所以里面你算最年轻，对不对？目前认识台湾有在玩俄罗斯方块的，这圈你们圈子其实蛮小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怎么在玩俄罗斯方块，是啊，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平台越来越去都是这些人，嗯，我可以理解，就跟格斗界一样，对，因为游戏比较小众，玩家数就是那样子。好，现在 PS 是在准备，在准备的同时，我们的正在碰宰敌人，哎呦，输了，居然，刚，你像一个黄神，哦，真的他傻住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画面第二次？干你啊！是这样子吗？上次看到这个画面是一年前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，没想到，看起来温文儒雅，就心中有这么澎湃的感觉。哎，这个就是遥感了。所以我们要四个人一起打，搞不好他一个人就可以打死我们三个。这个东西有可能会震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就好。快速落下的是这样，保存方块，哦，可以保存一个。哦，嗯 ，Ultimate。好的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一批是。我是一批的。哦，你的哈。Loading。保存方块，保存方块。你之前玩的版本肉是方块，有在保存方块的吗？有。都会留哪一种？右边。哦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不一定。那个拉力杯有没有？看自己方便，对吧？右上。对，这个，我看不到，他不理我哎。下路是十字灯上，What？ 那我不习惯啊。怎么样？这是每次操作，就是叉是确认。大家按那个叉加入一下。叉。叉是确认。大家都按一下。叉。每个人都按一下。我有按到吗？还有人没按吗？还有多少？这样子有了吗？三个，行不行啊？忽略在头上。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有没有先试过啊？行不行？还是我先示范另一个模式，然后等它设定。好像有点道理。那我们可以切换一下画面吗 ？OK。有办法吗？哎，你们用。好，我们根本画面有没有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观众因为换画面的话，他们这边看不到。对，没关系，外面就先切电脑画面。好，如果外面，好，已经切出去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靠你啊！哦，这计时模式对不对？对对对 ，Time Attack， 自己消40行，然后比速度，时间，对，比速度。这也是有全世界排名的吗？比较少人 care 这个哦，不太会去拼那个速度，是不是？大概只会比最快的。对。这也是跟自己对话吗？对对。我可以理解。好伤心哦。对，那你现在可以来试玩。你某画面已经切。我们来看看你的对话程度。哇，我这个也是造桥哎，造沟。嗯，是不是在绝大多数的状况下，你不会去调整它的形状，你就是看着位置就直接先打下来了？因为要比速度。对。这有点慢，因为有一些小失误。这样对你来讲是有点慢。我好想撞墙。我们大概10分钟可以敲40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好像。可是我不能够动。一萝卜一个坑。可以啊，你不动吗？左右啊。那不是我。左右，你是你啊，这边。不行啊，真的不行。
好的，结束了吗？对，你太厉害了，完全看不懂你在干嘛。别，就已经好了。是不是因为快没电还是怎么样？嗯哼，你来看一下。哦，有，哎，没有啊。对啊，已经有人按插进去了。哦，我一个选一个看这样。第一个是音韵，银韵，好，有点难念，会念成音韵。音韵。可是这一个不见了。我是现在在动的那一个，在动的那个是我的。罗密欧的这一只不见啊！我是绿色那一个。对，我按这边。对了。对了。哎，这是 Tetris 主题曲。哦，原来这游戏有主题曲。这款游戏我按了啊，我是最右边那个，是另一款游戏的。另外一个我哼的那个，对这个啊，不知道中间两个是谁？最一开始的红白机的时候，好，接着按下去了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在这边刚没有进来。所以现在中间第二个是那个吧？中间是我，哪个是我？是你是最左边的哦。好难用，丢。嗯，好的，哎，下一场。好难用、啊，所以我这一场没有加到。好吧。上次就是直接打下去。哎、欸，没事，按错。啊，好难哦。哎、欸，他也有那个哦。那个弱挂会打人。啊，真的，还可以看到我嘴巴。我齐心协力，齐心协力打弱吧。要怎么样？哦，有了。是不是快死啊？那个谁快死了？罗巴，罗巴射，换。啊！好，我要死了，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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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哔哔哔哔哔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摇杆真的不太奇怪，它很难操控。是啊。嗯。过。啊。还可以。啊！我要死去了。我拉火龙出生了。呀！不要。剩下我们两个了，好可怕！2100分，不要这样，我受不了了。一定是看不太到。有人说高手不习惯，还在那边踢转。真的不习惯的踢转，吓死我了。我根本没有拿到。遥感啊，我们是下一场再玩的。
所以这边是卤蛋，哦，最右边是卤，最右边是卤蛋，然后最左边是高手。高手应该是因为看不太到。你的阿运很慢的踢转，还是踢转？还在适应中，是是是，对，而且他一直看自己的摇杆的确定器，去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是按哪一个。哎，这按错就贵州 key 了了，哎，对，没有，因为第一次碰手把吧。另外还有他那些碰举的，他讲他其实技术很高。哎呦，卤蛋就是，这是高手之路吗？卤蛋？不是，这只是我在按而已。就是玩这一类的游戏比较，应该说手把比较习惯嘛。是摇杆大师。对啊。好，一号，谢谢大家。我知道有时候啊。我懂了。猫一盖。结束了。让那个让罗密欧。猫一盖。你要不要想办法去前面一点玩？按一下那个 return to。哪里哪一颗？圈。圈。然后呢？我加，你那刚没有加到。加罗密欧。帮你到。最右边。一 B 不是我。一 B 是谁？哦。哦，他差吗？不会。好。噔。那只好像快没电哎，可是它有亮，对不对？它有亮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不来。噔噔噔噔噔，玩了摇杆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了？好难操控啊！是不是？可以理解，就跟就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嗯，尤其是他要往下打，你要按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他有时候就是什么上啊，上一点啊，他就全部掉下来。对啊，刚刚就是这样子。可以理解。我第一次也是这样。有，大家都按下。有按了。关键盘打四人，大概主持群撑不到30秒。对，你说对了，好不好？我承认你说的是事实。Arrow， 是不是真的不行？只剩三个人呢？对啊。秒哦！这个世界只存在三个人。为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们都没有同模打击。同模大机不给玩，这个不是室外破掉，因为这个下面是那个。有点酸，妈的！还好是肉丝。肩颈酸痛。哎哎。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还是我们放弃，我们来看电脑好了，不就快乐？放弃。真的放弃。好。谢谢大家。以上呢，就是为各位示范的PS4 上面的 Tetris， 想不想买台 PS4 啊？也、欸、还好哎、欸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你都不会想要玩其他的游戏吗？会啊，我当初选择 Tetris， 还有原因就是它其实只要动脑，不太需要什么体力或什么额外的支出。嗯，对，我只要动动脑，就可以赢对手。哦，其实。你爸妈应该觉得超神的吧？你是喜欢玩魔法师的类型吗？魔法师就是玩那种玩 RPG 的话，继续选角色扮演的话 ，RPG 角色一定会选魔法师的那一种。随便给你选一个，你想长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玩过 RPG， 我没有玩过电脑。角色扮演，今天你可以扮演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你想扮演？今天如果你生长在冒险的国度，你会想要选什么职业？对啊，应该是魔法师吧。哦，要想想。你咧，战士。哇，我应该会当补血类的东西吧，或者可以复活人的那一种圣职者。哦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啊。超不像你耶。像啊。你有玩过 RO 吗？有啊。你知道当一个祭司走过去，人家说要复活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收5000吗？我知道。5000，总归了你复活要蓝石，一颗蓝石。他就说没有钱，我就走，加速速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也是、欸，我也是会选择牧师。对啊，他就会密我，抱歉，5000给你，然后就回来，5000就复活了，很快乐啊。好可怕哦，一片天地业。笨，这么赚。我一定是选战士或坦克。好的，我们还有时间吗？还是我们再就是画面先切回来，让您玩个。
就是我刚刚玩了几场，脑袋看得出来。好，时间其实好像也差不多。OK，那我们这边就是要今年底了吗？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介绍到的。你现实中有跟小唐他们碰过吗？没有。哦，所以完全没有碰过其他，就是有在玩俄罗斯方块的。对，没有碰过。所以你们现实之中并不是朋友了。应该。你在挖坑给他跳吗？你干嘛这样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上次只有网络上的同步打击。义大跟小唐来好像也是这样，他们就是就玩很久了，可是到现场还第一次就有一点这样，就哦很含蓄。其实网络上可以理解，常看到，嗯，而且年纪还轻，总有一天呢，希望你可以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。希望啦，总有冠军了吧？2011。对啊，看能不能比一下，比到出国这样。可以啊，不过你现在才大一，嗯，希望你不会因为随着时间过去呢，被社会摧残，然后就。你跟我讲，希望你可以靠着俄罗斯方块交到更多的朋友。真的。在现实中，嗯，对，你就故意就开给他们看，你就把笔电带去上班，然后下课就一直玩，对，然后就会有朋友过去，哇，你好强哦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这样。这是理想，现实可是。好吧。现实不会有这种事。真的，好啦，这个是也是今天谢谢我们盈云哎来现场。我们再示范一次另外一个世界线的游戏，没有错。那如果肌肉还有类似的活动邀请你到麦卡贝的话，你会想要再来一次吗？当然是不会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就是进一段广告，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再去玩别的游戏。